附近有修车的吗？哦，前面村口就有一家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怎么还不回来？哎呀！你能不能不转磨磨？转着我都头晕。讨厌，你滚！死老头子，我简直对你忍无可忍。你说说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嘛？我。这弄不了啊。啥意思啊？不会弄啊。你不是修车的吗？我修拖拉机的。啊，那你们这儿还有会修车的吗？我就是我们村里最好的修车师了。哎，这儿有大巴吗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去东州。去东州啊？嗯。哎，你走错了，东州在那边，你得上正路才行。啊，我真的走错了啊，走错方向了啊！天哪，真是窝囊了。那我到晚上也到不了了吧？那你想走近路不？还有近路啊？啊，在哪儿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那，翻过这座山头就是了。风景真好。那是我们这儿啊，要开发成旅游区了。啊，那不就瞎了？把这儿开发成旅游区，不就成垃圾渠了吗？有道理。你还别说，你这人说话挺有意思的啊。我呀，没别的本事。哎，你去东州干什么呀？哦，现在几点了？好像七八点的样子吧。完了，我妈跟顺子肯定急疯了。哎，你有电话吗？能借给我用一下吗？我兜里呢，自己拿吧。哎，从这儿打到青港算长途吗？没事，你打吧。谢谢啦。喂。喂，是我妈。娜娜，你在哪？你到东州了吗？没呢，哪有那么快啊？你把车停下来，我跟你说话。车坏了，我在摩托上。什么？什么摩托呀？杨顺呢？他在哪儿啊？顺子去东州接你了。啊，他去东州，那我不就白忙活了吗？娜娜，是不是有人带你去啊？也是。你下来，这个人安不安全呀？我叫杨顺去接你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肯定安全。这样，我到东州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？那我先挂了啊，再见。给我老公再打个电话吗？打吧打吧打吧。喂喂，顺子，是我。娜娜，你胡闹什么呢？你嚷嚷什么呀？你要再嚷嚷我就挂电话了。起来，
妈，告诉您一声啊，招弟儿走错路了。你说什么？招弟儿跑到山里去了？您呢，在家等着，我估计他一会儿就能到，好不好？别着急啊，先这样吧，挂了。老头子，赵婶走错路，跑到山里去这就东周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武大，东周，我终于到了，走吧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打我儿媳妇儿。那你等一等，一块儿去。你滚！我跟你说，赵弟要是找不回来，咱俩回来就散伙，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，没法过了。妈，爸，你们要出门啊？赵弟儿，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你快吓死我了！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没事没事，快进来吧，快进来。爸，睡。哎，妈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，娜娜已经到东周了。娜娜她没事吧？没事，都挺好的，现在就赶过去。好。到了以后跟我联系啊。好嘞，拜拜。娜娜到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总算是松口气了。哎呦，这个娜娜呀，哎呦，老黄，你可以吃早饭了。来吧，赶快擦把脸吧。哎，我自己来吧，妈。行，来洗洗吧。哎，你说你这啊，一个人跑出来多让人担心啊。我这不是给你们来请罪的吗？你们要不原谅我，我天天都睡不着。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大晚上的跑出来呀。大白天的，他们能让我出来啊？哎呦，傻丫头，你还怀着孩子呢，你不能这么胡闹。我不拿出点诚意来，爸不能原谅我。老头子，你快说两句吧，你赵队这么做完全都是为了打动你。那个什么，你赶快睡一觉吧，累的。你要不给个说法，我还是睡不着觉。哎呀，我求你了，你快说两句吧。睡吧。
出来了。爸，哎，赵店长，哎，小声点，那边睡觉呢。哦，那我去看看。哎哎哎，你怎么看他媳妇啊？你三更半夜叫人跑了。我现在没劲儿跟您吵，爸。您要是不乐意呢，成，我给他叫醒，我给他带走不就完了吗？咱俩不用在这儿吵吵。又怎么了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都闭嘴！见面就吵吵。不是我是，顺子，没事了。那赵店啊，给你爸道过歉了。真的。嗯。